宜武顺天宫是湖南村信仰中心，供奉诸神礼佛三千岁，是身为宜武人的共同回忆。顺天宫从109年至111年整修完成后，目前顺天宫庙里庙外及屋顶整体看起来焕然一新，非常的庄严。隔年五月后也顺利入伙安坐。李虎三千岁出生于甘肃省龙溪府李家庄，名应泉。然而在这一次重修过后，顺天宫再受万民香烟，保佑着宜武村民和敬平安。夜间为让村民有休闲去处，庙方早期规划了每周四庙前广场有着夜市可以逛逛。虽然夜市规模不大，但总是让村民夜间可以出来走走。当时民国77年10月16日起，起建三天清教安龙谢土庆祀顺天宫落成，可说是建庙36年以来最盛大建教仪式。从今年农历10月10日开始陆续庆典，农历10月16日正式建教仪式至20日元教，望有缘各方信众共襄盛举。今年神佛建教参加办法如下：详情请下载报名和填写资料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进入庙内，慢慢的欣赏吧。